今年五月，我们在文化局的指导之下，承办了《神雕侠侣》以泰鲁格文化为主题的导游领队培训。那延续这次培训的经验，我们在十月举办了《神鬼奇航》轨道的轨带领大家从东线铁道为起点进行花东文化深度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导游领队培训。我们的研习总共有三天。第一天我们是把整个回兰花莲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来跟学员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第二天则是从东线铁道的历史然后开始讲到整个园区铁道文化园区的保存。那今天是第三天，文化资产的保存跟维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推广以及它的一个活化的一个经营。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些专家来跟大家谈怎么样做更有文化深度的导览，怎么样去做活化以及创意的推广。那希望能够为花莲的文化的导览导游旅提供注入新的活力，以及培养更多的生力军。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导览跟解说的方面都比我还要资深，那我来分享就是说，从我去接触到这个园区开始，我是怎么样去收集我自己的铁道故事。对，然后就是这其实很具象，这个创作作品其实非常的具象，然后但是它会让我想到说，对，我们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被自己的鸟笼，其实我们才是那个鸟笼，我们不是那个大脑，把它框限住了。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应该是在瑞北，应该是瑞北。那在瑞北那边停车之后，他们逃难的时候带了衣服、椅背，还有煮饭的工具，然后我要挑了扁担，放进到那个山里面。这一次的演习呢？我觉得让我学习到我们对于东线除了花莲的好山好水以外，它还有蕴含着整个铁道文化的历史，从日治时代，然后到铁路电气化以后，从单轨到现在的双轨，从窄轨到现在的标准轨，到现在的高铁，整个历史的轨迹让我们能更深入的去了解它，进而呢把这些信息带给我们所有喜爱铁道文化的朋友。就要借用劳动部这一块把它定出来，定完之后你的培训课程就更具的资源去做培训。所以我们也想说，你们在导览过文化资产过程中，有些玩笑话没有可能要去避免，所以我们要的是一种比较有品质性的一个导览部分。我们希望文化资产学院是我们国家级文化资产培训基地，我们希望人力金科都有策略伙伴的关系。在五月份的时候有来参加神雕侠侣的一个活动，那时候他觉得说，哇，原来我是一个井底之蛙，花莲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了。后来又知道了说，文化局有在举办这个铁道的文化的一个导览介绍，所以说我这一次就报名了那个神鬼奇航的这个铁道园区的活动。那经过了连续三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让我们对花莲的开发、花莲的这个产业、花莲的美丽的风景有了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那各位很荣幸都能录取哈，希望能够收获满满回去哈。也希望大家吸收了这个我们文化局特别办的这个导览训练的课程的内容以后啊，能够奉献出来，然后为民众来服务哈。谢谢大家的热忱参与哈。好，来花莲县文化局张子在。